快，怎么决定拿不出来啊？哦，怎么没那么勤快呢？今天，你今天都去哪里玩？去摘果。去摘果啊？和谁去的？他去打羽毛球啊？那里下雨怎么了？嗯？有个地方可以打羽毛球，你会打羽毛球了？哦。这鞋子是你今天才穿的吧？这样对不对？你就把它给搞脏了。看朱妹妹是怎么洗鞋子的，哎，洗的有点模样哦。鞋底刷了吗？嗯。我鞋底。鞋底下面我不想刷。鞋底那里怎么刷？那个鸭子那个去哪了？在那里面呀。哦，你放在这里面是吗？又不是我放的，是爸爸放的。洗衣服。张姐，你干嘛？洗哦，好，两姐妹自己洗自己的鞋子。洗干净了吗？这个？你没刷到里面吗？好像。我看一下，你洗的。嗯，这里绳子有点脏，下面这里是洗不干净的了。等一下，我再帮你洗一下，好不好？他那个鞋垫的。嗯。他的鞋垫的。鞋垫的。下面这里用那个大的刷子来刷，放在下面刷。清洁一桶水先，把那桶水都清满。爸爸，这个鞋子洗干净了吗？还没有，你再洗另外一个，等一下我再帮你洗好吗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所以这样子下了。哎呦，阿哥刷的那么厉害！你看你今天走了一天。还要刷冰上。还要刷，不是里面的边上，还有这面的边上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竖起来，竖起来先，竖起来，把鞋子竖起来，嗯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刷到下面，竖起来，这样子刷到下面，嗯，这样子刷到下面。好，再刷两遍呢。面上还没放洗衣粉呢，我先刷鞋底先啊。干嘛？还有什么？大的没有啊？大的可能在下面有，你去下面去拿。阿哥，那个在我这。阿哥，那我给你这个用。我怎么就变过了？嗯，刷鞋底，再刷边上，再刷面上。嗯，好，嗯。再刷两遍。嗯，前面一点啊，那里面刷，嗯，熊妹妹呢？你放那个洗衣粉了没有？Thank you.
了，干净了吗？没错。啊？妹妹，你们洗干净了吗？鞋底忘记洗。鞋底忘记洗。鞋底都能忘记洗。鞋底都能忘记洗。刷就刷掉啊，你要用力的刷，把它刷干净了。前面，嗯，姐妹们，你的洗好了？啊？你两只洗好了？洗好了吗？我两只鞋都洗好了。洗好了，那你放在这里。你那个洗洗袜子，鞋带都没洗干净呢，等一下我再帮你洗一次。鞋垫，把你的鞋带洗干净了。你放你的洗衣板，我又没有鞋带呀。放一点一点，来，我帮你放一点点洗衣板看看。这个你放。我都没有鞋带。洗干净了吗，哥哥？你呢？你那里可以用这个刷。还有一条是不是？还有个鞋垫没洗好的，还有就是鞋带没洗干净，等一下我再帮他洗一下。啊，洗好了吗？猪妹妹，你洗好了。好的，那等一下我的啊，差不多好了。等一下我还得帮朱妹妹加工洗一下啊，已经好了。因为它洗的不是很干净，但是至少起码给你洗了，哎，不错不错。